好，请咱各位各介绍来看这人哦的含义哈。人熬咧第一熬咧，就是啥，伊走了上万啦，因为天山都是讲少年都济啊，所以走较紧的啊。啊，伊走了上万，叫做啥，遁未利啊，吼。啊，所以不用悠游往呀，像我啊，遁未之利啊，不往何在呀，哦。所以咧遁就讲得撇的意思啦。 啊，买嘞就是啥，走了上阿伯啦，哎，咱像一届呢，互我会囡仔吼，哎，国小咪几年诶，啊，转来就了啦，互我讲讲，嘿，啊啦，讲伊了参加啊200公尺咧，诶，咧比赛就对啦，哎，我讲讲阿伯，啥拢无人啦，哎，啊，互我着知影意思啊，伊走上尾诶，一个就对，哦，啊，所以咧走了上啦，上个尾迄个叫做遁未利，吼，啊，你呢就是啥，危险诶意思。 啊，遁未离的就讲无正，叫做遁之下，所以叫做遁未呀。离呢叫做叫剔咧自毁呀，吼、哦，就讲家己啥，警惕家己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叫做离。遁卦的意思啊，就讲遁落离自毁呀，遮最后呢，开始当体会出来讲，哎，犹如有猪熊角只，处在遁的时阵呢，唔赶紧前弄离遁只，比如啥灾祸呀。 如处在遁之末，就目光啥来出头，以待啥时机啊。所以呢，咱真够有达人讲，一句歌就一个世界，一句歌呢就有啥啊，就一个菩提堂感觉。啊，所以呢，伫咱天山遁的世界当中，咱会发觉讲，你啊看，第一后太失败，因为就是讲啊那，当大家拢走去避啊，哎，走去啥得病。 结果咧，伊后知后觉，哎，佫唔知影人个啦。就意思，那就讲咱进三者破毒，哎，有个人得了得了，啊那，哦，啊那，就赶紧冲啦，就赶紧拼，赶紧成功了，完啦，叫做上书文得停而行之嘛。啊，嘛有人啥，下书文得，就准，啊那，啊，大超市不吃不着为诶己啊，所以嘛无要相信呢，这就是遁未利啦。 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讲，像这种人，哇，真正后知后觉哦，所以叫咱来赶紧先知先觉，唔通不知不觉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伊讲走上尾啊，啊，差嘛变啦，唯有最后一步留生机哦。啊，所以讲留生机来日，才会当有所作为呀。如果来不及，哎，天山遁的时阵呢，不如唔忙搁得撇啦，深就啊啥，归种啊，沉了啥，哎，沉得住气了。 那就讲，当着土匪来啊！哎，当着人咧招架，啊，你着走命啊，人个变安怎？找一个所在，风吹鼻鼻来。哎，安尼呢，靠有我啥？靠有我都找一个咧生机同款就对啊吼。所以你真熬啊，事主脑袋是拿咱讲，拿咱启示呢讲，咱人的心呢，忙啊，忙忙碌碌啊，追求名利忙真重啊。哎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就像安尼啊。 咱人的心，逐工有闲无，真正逐个拢讲做无闲啊！哎，要听啥？哎，劝君为先，为母前啊！哎，啊，劝君要听道理嘞，为母闲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逐个逐不同就讲，我真无闲，无闲嘛是咱咧讲，哎，无空过嘞，哎，啊那嘛是咱咧爱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到底是无空过，还是无闲，其实都毋是啊，叫做无闲啦。 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乃当真正有名的当中哦，真正咱这名利，哎，这自然的啥，大家放下下，吼、哦，会当持续上落啦。所以讲呢，咱一般的人拢就是伫遐追求名跟利呢，哎，忘了咱的真宗，袂记咱本来真面目，袂记咱是生从何来，咱真正究竟是啥？人生的意义是何方啊？啊，所以呢，失去咱真正真体啊，吼、哦，足拍算的。 啊，讲佛的心多咧，化煞化众生啊，苦海动作发化形啊。所以咱人甲佛的境界，拄啊差咧尔尔。佛的心是度化众生，咱人的心咧是啥？哎，为了名，为了利，都追求。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咱若要做佛事，毋做简单咧。啊，着合佛的因为啊，佛安怎做，咱照安怎做，共佛咱嘛当成就咧。啊，佛伊的心就是度化众生啊。 哦，所以呢，苦海动作发化准啊，所以从这啥人生的苦海当中呢，你也看，哎，因未入故，哎，啊，所以就是安尼，动作人生的苦海当中呢，就是一个啥，一只发准，一只行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一直咧度化众生啦，吼、哦。
本源初啊初衷找啊找明了啊，立定啊志向咧，人无归根啊。所以本源初衷爱怎样？咱本来的真面目是啥？咱一定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咱若唔知咱本源真面目吼，哇，真正咧，这个道理绝对听袂落去啊！吼、哦，有个人的观念就讲啊，我来人个人世间就是要享受荣华富贵的啊，叫我食菜，我食会落。迄较早艰苦艰苦过安尼，迄较早拢食迄落啥？哦，食迄番薯签仔咧。啊，较早艰苦过啊，啊，进入啊会当过，要享受者，你搁叫我食菜，吼、哦，我食咧。迄就是伊的根源全无得。咱的根源若找得到咧，当下真正咧，咱会改变咱的饮食，因为咱本来就毋是食即个物件，全部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好好立定志向，咱的志向放伫倒。咱的志向就放伫第三后，买花品交际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志向就定好，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啊做好到，安尼到尾就开始当人无归根啦，吼、哦。来，伊讲慈悲喜舍心，拯救众生性啊，吼、哦。智慧提出斩啊勘定啊，所以咱普是普通时咧，抱着啥慈悲喜舍的心啦、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咱真正爱安尼咧。因为呢，唯有慈悲喜舍，迄是咱的本心。所以呢，看到人苦，咱就赶紧啥，想要来牵一下，想要来救一下，拯救众生心啊！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呢，你拯啊，咱在度化众生的时阵，就要抱着啥，提着一支剑，叫做智慧剑。无提着这支智慧剑当中呢，无法度诶发断咱的啥作为啊！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呢，智慧剑摕出来了后呢，会当啥斩掉咱的牵缠啊！哦，足侪坎田啊，斩斩掉，唔忙有诶无诶吼，形形色色诶吼，啊，稳稳爱个坎田一大堆，哎，啊，这斩掉，唔是讲啊利益，唔是这個意思，是讲啊放下啊意思，唔忙看伤重啦吼。啊，讲一粒善良心咧，始终贯注伊啦，靠啊呐，心靠含中用呀。所以咧，保持了咱这个纯善的良心，吼、哦，啊，干呐。有开始，啊，就将尾，始终如一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修道真该讲话，绝对无啥，无退伍，无退休，无毕业的，修道就是啥，爱修到盖棺定论盖当吼，啊，所以心口含中量啊，意思就是来讲，咱心在想的，嘴在讲的，拢得要体有中道，唔茫想过头，啊嘛唔茫想不急。哎，像迄种安怎解释啊？像这支锤有无？有个人吼、哦，迄做功德哩个呢，用过这支剑煞来了，想来伊啦。这支刀啊，无了想来伊吼，锤讲出来，吼慢慢夹夹嘞，唔知无注意就去抬到迄个，无注意就去射到迄个啊嘞。真正是安尼嘞。所以前个好啊吼，十几当前啊，伫写吼，伫学江水时阵是咱周天人带阮培训嘞，迄阵十几个啊尔。哦啊，衰时阵，伊拢会带阮去迄落较早呐拜见迄个陈前人呐。吼、哦、啊，陈前人吼、哦，我若去找伊足欢喜啊，拢会讲一句话。爱讲一句话，阮一世人拢袂晓袂记得就对啦。真正咧，一届吼、哦，我来拜见了后，拜开啊，吼、哦，爱就讲吼、哦，做工师是大天上吼布天行道足重要一个角色。毋过这支刀了，会记得毋茫磨了伤来。哦，你啊看，迄地位只讲来一句话吼，都哦，真正拢有啥开悟迄种感觉就对啦，熟悉的啊。哦，咱讲嘴大天双话，破天行都足好啊。不过呢，啊，无了想来嘞，惨啊！哎，课都得清嘞，真正嘞。所以哦，咱功课了，一定是安那边求啥，你要做出下罪，因为惊有当遐说明去挨着偏啊。有当遐这两点钟讲来，会去啊伤到的，因为有当遐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呀。吼、哦、啊，遐伤到真正嘞，爱啥求啊求弥勒做出来，下着用宽嘞。吼、哦，所以咱爱抱着这个啥中庸之道啦，吼、哦。前途光明创，人中道远啊责任大。所以呢，咱的前途呢，啊啦，家己的前途，家己把握。所以呢，咱卖用了光明之道，理解光明之道，去啊靠啥创作。因为咱的认道非常的遥远呐，所以呢，只要咱敢担这个责任，咱会经常一战倒。咱若都唔敢担责任嘞，永远嘛是伫遐呐，停伫这个底下境界安尼尔尔，袂进步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师尊老大人一直在安边咧，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句诗呢，就是当时的啥皇帝，伊去拜见啥，拜见恭行主。
哦，啊，就是皇帝讲，由于拜七十二师啊，拢知影入世之法，唔知影出世之法，就是唔知影达到超生了死之道就对个啦。因为迄阵道无普传啊，唯有皇帝能得到道尔尔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哦，伊就搭部门一些计算去搭，到尾啊，去有一个嘛马夫吼、哦，去看到，同我贴部门。因为迄马夫因后因啥因孙啊，叫做工程主，吼、哦，伊讲皇帝啊，阮一个孙啊，伊有道，伊知影啥出世之法。哦，皇帝讲有影无影，安尼好，坐我来祭呀，吼、哦，唔过讲好好哦，哎、欸，我来祭拜伊为师，无要紧。唔过三工爱互我成道啦，啊无咧，我呐恁侄孙啊，我着中叹，安尼着对啦。哦，迄、那个阿叔惊者讲，哈，啊太安尼啦，无代无志，无我嘛无爱插伊啊，嘛无爱贴这帮忙啦，啊毋过一定袂赴啊。啊，恁马夫呢着去大爷孙啊报告这件代志，吼、哦，工程主管讲无要紧，阿叔，我来处理就好啊。所以咧，哦，皇帝咧买去拜师心切，哦，浩浩荡荡炸出一兵马。啊！冠念将军的伫边啊扶持着，去到第四临时改调的，无爱扶持位就对啦。哦，冠念将军就足袂欢喜啊！今仔皇帝来，你无开中门庭，才阁改调调，是啥物意思啊？哦，啊，毋过皇帝地位足悬的啊！伊讲哈，啊，我今仔日是要来拜师呢，我今仔毋是要来烧钱的，啊，我早起就兵马要从啊，哦，敢是安尼啊？吼，讲啊，安尼我是嘞，是嘞，是嘞，人一代明珠就是呾，叫咱呾呐爱谦虚啦。所以明仔载再过来，明仔载一个兵马就唔敢扎，拄我参冠念将军陪伴来，安尼尔尔啦。啊来到地门嘛是关嘞，要安怎？有小门，不过迄个小门买入吼，拍七十二个结，所以呢，皇帝就讲安尼无安尼好啦，我跪一个拜一拜，冠念将军，你帮我偷一个结，吼、哦，所以就是啥？工程师呢，要拍开了皇帝个心结啊，吼、哦，用有形个结。透过皇帝啥呐无形的性格，所以呢，一日拜，一日透，一日拜，一日透，一日入去，到内底啊，拄啊拜七十二拜，入去伫暗门入去当中，拄啊看一个小道童，伫遐用啥供一丛桃仔树，迄丛树啊，桃仔树伫哩供，伫哩说，伫哩供，伫哩说啦。皇帝就讲，小三你啊，你是安怎来供这丛桃仔树要创啥？小三你讲，我着要甲起来供大，好看见来生桃尾啦。皇帝讲：“你栽偌久啊？我栽三工尔尔，安尼就对啦。”皇帝讲：“世间到迄个代志啊，你栽得了，你无等伊紧吼，加土加会条，加土加会条，伊唔只会挖，挖了时间到，爱过啥开花，唔只会结果。啊，你伫遐讲无效啦，你搁规丛啊，久久开嘛袂啥无效。所以咧小道同对啊，你会用讲安尼好，我念实字互你听。伊讲：桃栽三日未生桃啊，学道三日起成道啊。”宽心静养大师教啦，吼、哦，谨慎和睦咧，啊，结成果啦。哦，皇帝是大地位，才听着啊，安尼我会过世，我会过世。伊有我人讲，今日来先啊求道，三工就爱成道，无就袂使。啊，迄个参栽一丛树啊，一丛桃啊，是同款意思啊。哦，啊，所以皇帝都当下开悟，你敢知？所以到尾工程师将道传到皇帝啊，皇帝。较真正心啊，修成这个心团呐，无简单呐吼。啊，所以是咱这段放伫遮，第一熬就是叫咱呐木匠出头，以大时机啦。做这代志拢得些好时机，急不得的呢，真的是这样子呢。像咱咧读易经，你无安尼伫第一卦，伫咧研究到六十四卦，咱唔知易经内底是咧讲啥物物件呢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真正急不得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前后咧先经离合动业，佮第二后叫积字用五谷之极，木之性脱啦，吼、哦、性脱。所以像我积用五谷咧过之呀，吼、哦。所以咧积字就讲用一条绳啦。一只像这只五谷吼，啊，八个条的意思同款啊。吼、哦，以咱道中来讲，叫做集中观一，集先过集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的智用力落啊，咱来啥，真正择善固执啊，一定要达到啥最后一口气，安尼才会使。是安怎到五谷之极？五谷之极呢，就是伊的皮革啊，因为迄牛的啥，诶，皮革吼，吼，足牢固的啦。哦，所以用皮革咧，牢牢的嘛拴住，那绑好条咧，好这只牛吼，唔好白走。哦，木之性脱，就是讲坚定到底，
就讲伊个籽哦，已经入落啊。哎，那是我一只黄牛，用这本啊黄牛的皮啊皮革吼，将伊安尼好啊绑好条的，互咱的籽用袂变质，意思是安尼就对。所以六字讲咧，古内卦处在中正之位，目前咧袂当得到九五的相助，而因为心智坚固。更加啥得到机智，以求机全，以维持国事，绝不为保身而弃国也。此后的形容不遇到啥不丰的时阵呢？无得到好的时运的时阵，不通的啥东西啊，更加爱动着啥千磨不改其心，万难不得其志的心法，以保机智也。吼、哦，所以第二行有好无？真正第二行足好诶，因故因为得到中正之位啊。所以，伫这個少年之时，咱唯有抱着这点心念念。那像这只牛红白甲足红的啦，叫咱来择善固执啊，唔茫等个社会乱，就变了咱的节。唔茫啊啦，家庭出一点的考验，志向就消，全部拢无去啊。吼、哦，安、尼就真正无法度大家讲真道真靠个人力啊。吼、哦，所以道绝对无靠。刀也无靠，唔知咱的深浅。哎，刀也无靠，你啊看花街柳巷，大家真鲜。到时世界世啥？世界大同诶，就真正哦，都变作五花六门啊，迄个足奇怪了，对啦吼。啊，所以刀就是啥？受劫，受靠不受劫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咱爱心认识诶。孙子嘛难讲哦，讲虽不寒呐、啊，不亦敌松薄啊。那是讲咱天气当中吼，无这个寒寒的天气呢，咱唔知讲伊的松柏到底吼会当啥哦，偌强硬啊。所以你啊看，迄花足水啊，春天花足水啊，不过啊到冬天呢，花落了了啊，唯有见着这个松柏啊。那是讲无这个大寒的时阵吼，无这个考验的时阵，验未出讲你是真正在修的，还是假修对拜，还是真真正正境界有够高的人吼、哦。所以安尼考虑到了就随知影啦吼。事不难，无易敌君子也。代志也足简单，你有法做做，我嘛法多做，伊嘛法多做，太知影是啥物人是高手啊。所以也就是讲，代志呐无好做，安尼呢，较会当显出讲这个人功夫好歹。吼、哦，所以真有人啥比赛的烹饪啊，比赛球类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啊看，这届奥林匹克，有人打游泳呢，一个美国的吼，20桶的尔嘞，摕着8面的金牌嘞，有厉害无？真正世界无第二个人啊嘞，一定超我辈啊嘞，啊，佫有够少年嘞，你啊看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。足侪代志，真正咱要摕到一块金牌，迄是啊梦寐以求。摕到一块，袂输咱啥哦，东亚之爆发户啊，伊有法度一届摕8块，会惊死人袂？吼、哦，所以足无简单个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真正能高手，也着是啥，唔惊困难吼、哦。所以万仙菩萨伫咱讲，伊讲伫咧困难的当中，保佑清明自在，迄才是真正修道人啊。所以愈乱的当中，愈爱清净；愈复杂的环境，愈爱啥定力，愈爱有教。安尼才是真正的修道人哦。在咧应有的当中，依然庄重把持啊，迄才是真正的啥修道人。所以你啊看，这应有多无？有够多呢？电脑嘛是应有呢。上网就会当互你看有诶无诶呢？有当下上网就会互你啥开讲。看要讲几点钟，绝对你唔免出门，就咱参人讲到足欢喜呢。吼、哦，啊上网，你啊看，形形色色有够多啥应用呢？包括讲进入一个游戏吼，咱嘛敢要听过，叫做天堂啊。迄算了到底吼，真正咧，我讲迄叫地狱啊，是安怎讲？因为算了到底，不管是大人囡仔哦，唔知影食，唔知影困呢，真正非常可怕。吼、哦，所以这拢是引诱、哦。哦、所以请咱大家要注意。啊，所以这些音乐当中，咱有法度啥充用把持无？咱的原则把持会调无？这就是功夫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人发明这唔是歹，拢就是一个心尔啦。咱会用善良，用伊来讲道理，用伊来收集资料，用伊了啥整理资料。电脑是足好用的。咱若电脑上台只，互我讲啊，当中哇，真正拢变乱世之好呢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拢足重要。较早有一个高人嘛是安尼，
阮去遐坐就对啦，伊是一个作家啦。阮去遐坐当中哦，伊就看到电视，伊讲电视就是未来啥何国英明的啥大罪者。我那阵听无啦，是啥物意思？因为迄阵还袂电脑的，吼、哦，伊讲未来吼、哦，这传播媒体足发达，啊，好言报啊，报歹吼，规个是啥世界大乱的，迄真正就遐可怕呢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下几日咱来把持着咱的本章。在局啊，结局的当中，未忘局了，咱感恩喜舍，迄才是真正修道人啦、啊、吼。啊，所以咧，不管咱参加啥物啊，啥物活动，只要对咱人咧有利益个，在结局的当中，咱来更加感恩，更加爱知影报恩，安尼才是真正修道人吼、啊。在迄个顺境当中，时时咧用心人啦、啊，迄才是真正修道人。吼、啊，所以伫啥？在顺境当中，会当依礼来待人啊，唔茫讲顺境当中就高高在上，唔茫讲在顺境当中哇钱赚走袂哩，安尼就要修道办道，安尼就真正去顺客倒啊、哦！顺客有哪足严重呢？逆客咱拢该提防，顺客咱拢真正唔知安那倒落，唔知影哦，吼、哦，所以非常的注意哈。最后咧叫诸经，叫咱来择善固执。就是有一只黄牛叫白甲做条的吼，直身固执呀。好，第三熬上界歹，不过伊嘛是一个关键。这个天山遁第三熬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，是安那讲？因为呢，这熬啊当了了吼，你啊看，这熬吼也好，有嘅就拢好。第三熬是安那叫做四遁，因为呢，伊讲有一味啊，吼，啊啥修行切呀结。所以呢，细钝之力啊，有疾备也啊，续成切疾，不可大事也啊。上面一个细钝，九三熬相比六二熬啦。所以呢，伊啥从迄下底迄个乱情啦，吼、谈恋爱啦、情欲啦，拢是白济。讲较简单的叫做啥？叫做坤先生，细钝叫做坤先生。啊，这个坤先生多厉害呢？哦，太太多水。家庭就美满，当起哦，这个情哦，这个可能就难白掉了。真正唔知啷修得呢？有无足济呢？你敢知影？先生足体贴，哦，足够趁钱，互我荣华富贵享是无尽。当这个坤先生难白掉的，唔知啷出来呢？都夹袂出来啊！所以第三熬上个重要，嘛叫坤先生白掉的，一理呢就是为你不安呀。一疲咧就是疲劳过度呀，所以修行啊，修行切啊，就讲食家己啦，顾家己尔啦，饲家己无计安尼尔，所以这种的人叫做自私自利的啦，家庭顾较足好，家己无计做较足好，结果咧，别人的代志唔插，唔问，唔关心，安尼你来看，要安怎达到世界大同，袂使呢？所以这种人叫做啥？自扫门前雪呀、啊，不管他人瓦上霜啊，家己扫家己门口尔，家人家的代志无得插。所以第三熬是安内歹，也就是安内就对啦吼、所以九三熬伫六卦金六字熬当中，以阳符的阴的啥之冲呀，适合遁离啊下午啊东行啊，离不忍遁过月下遁呀。动顿不顿，动气不气，下乱情欲，为利不安，所以你又困闭呀，所以下乱之思常在啊，所以咧天山遁之卦的含义，也就啥适合弯消人。如果啥白雾所在呀，你不能弯害呢，欲心切克呀，随大事咧凶之多呀，所以咧意思来讲第三爻。讲顾我囝会使啦，要顾这代替咧，伊无够资格，因为伊的心就拢家己个啥家庭顾掉尔，所以呢，咱读经班有一句话足重要，爱家己个囡仔，迄本来就应该叫做人啦，咱人个本质啦。如果咱会当爱家己个囡仔，搁来爱天下间个众生个囡仔，关怀别人个囡仔，安尼教个囡仔，大家拢会用读经啊，迄就是圣人一个安尼。真正呢，所以圣人甲凡夫一道，
即个度量无同款尔尔，吼，所以咱来当讲，从爱甲家己处理的迄种心来爱天下间的人啊，安尼参成佛菩萨有啥物无同，都是一样的咯，吼。后来小布卡来讲啊，放不下，推不去，常在心头啊，困惑精神啊，需要啥相思悲呀，吼，啊，所以咱唔忙叫啥。哎，反正咱白条呀，车主都爱咱白条的呀，因为呢，这拢唔是必定，吼、哦，真正爱咱，真正疼咱，吼、哦，咱得啊，真正扶持，好、哦，你也当去修道，啊，你嘛当去办道，吼、哦，啊那互相的鼓励，互相的啥，互相的提拔，吼、哦，啊你当中的做伙来拍拼努力，为天下间的众生来牺牲奉献，啊，你确实真真正正的大爱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真正足济诶，切入亲爱咧，哎呀，放无下，放无下，真正咧，有当时啊，拢比相思悲咧，咱敢要相信？有个人哦，安那，诶，一天啊无参阿公在讲话，诶，会艰苦咧，诶，一天啊无参太太，诶，安那交往尔尔，诶，会相依咧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如果咱若阁拢阁夹伫咧啥离路情爱当中啊，以性人来眼光来讲哇。这种人无法度成大器，吼、哦，所以你看孔子啊，大人太太讲我要周游列国，你来看一去的十几冬呢，咱放下下面，伊唔是为了小爱，伊是为了整个的大爱。咱何老先人当时伫民国36年，哎，你来看，伊唔是唔爱保囝，伊是为了真正天道的宝贵，要将啥三座普陀的大事来办落好。所以呢，从至尊至贵大德，迄阵就像呐，传过咱台湾啊咧。所以化小爱离大爱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啥，真正的啊大啊大圣人呀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圣人提示世间人啊，苦海波涛天呐、啊，私欲啊横流啊，哪一个会当归于清净之道呢？吼、哦，会当不被七情六欲来啥啊来牵制呢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圣人人讲啊足好个哦。这个苦海当中哦，哎，轮回不休啦，哎，啊，一只轮来轮去呢，所以呢，现在轮，因为需要横流啊，吼、哦，所以私心啊，需要啦，大行拢就是我的啦，所以这个欲望太多，啊，佮私心太重啊，所以无法度达到啥，达到清净，真讲的人人相清净哦，啊，所以呢，都比这个啥七情六欲都坑底啊。所以咱今仔日要真正达到离苦得乐，无啥物撇步，就是真正爱啥爱看清一切，是真即真，是假即退啊。所以唔茫去学这啥七情六欲难牵低调的吼。所以教主嘛难讲，哎，贪污啊，失财呀。讲一个人诶贪得无厌的时阵呢，人为财死，哎，鸟为失亡啊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咱就是真正。很多人都就是贪得无厌、啊、所以到尾死在哪里？不是死在人的刀下，所以让我最近看很多人香港啦，突然间啊，再讲香港跳去啦，很多人呢，哎，忽然间一阵无看了，讲在中风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咱人哦，足奇怪，少年用生命啦在拼金钱啊，真正呢，啊，老来的五六十岁啊，惨啊，身体都袂堪克啦，赶紧用这钱要来救这生命。救会回来袂？无法度啦！哎，到尾啊嘛是拢倒伫病院，安那真正啊，输在哎医生啦、护士啦，要抬就要抬，要刮就要刮，要尿就要尿，要抽就要抽，哎，真正咱无主权哩啊！所以咱人要活，我的看法，活到尊严嘞，有钱无钱，哎，放一边，身体健康，哎，万事如意，上个重要啦吼。爱讲历史的顺民啦，也着讲忠义节啊，忠义啊，节的人呢为人民而死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种人诶，电脑搁较好消化，吼、哦，所以像当时的文天祥，诶、欸、啊，不服李主，甘愿呢啊来委曲求全啦，所以呢成为大个啥啊，诶，大个人吼、哦，啊，夸者苏权，着讲好大喜功的人。为了这个权势而事业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拢就是啥？为了名，为了利，为了权势啊，所以这拢无合。啊，啊，就说帮啊帮生呢，诶、欸，若讲一心普通诶，一般普通的人，只想要维持了家己的生存呐、啊，
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这几项呢拢无解理想，所以上解理想的学菩萨的精神，赶紧来度化众生。哦，来大帮助的，为了这个师尊老大的三者普渡大师啊，赶紧，哎，因为呢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啦，吼、哦。好，正后呢，动静皆凶，因为是安那，伊去哦，这个世俗情的情爱啦、拔掉啦、困掉的，困先是把个安动动，真正有够悲哀的着，吼、哦。后来救素脑，叫做好敦也，君子结小人屁也，像我。君子好敦，小人屁呀！哈、哦，什么叫好敦呢？就讲九四老记载袂挂，哦，处全体恭敬之初，无故依物呀，无实无因呀，哈、哦，所以叫好敦，哎，所以九四老因老呢，哎，处九四老呢，处于挂，哦，你又因无类呀，所以叫君子好敦。果灵下智，小人的虚乱啊，死于皮啊，所以呢，君子处在敦的时阵，无以淫欲之私而害天理之公也。果灵行智自如，进退任意，而得以为吉也。所以小人犯事，一味诶甘露，贪得啊，贪得无厌啊，贪得无厌呐吼，只知影机好，不知影机钝，将必得啥得皮呀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咧第四爻是咩叫好敦？哎，第一爻走相慢嘛，啊第三爻咧是啥？哎，去迄个真爱拔掉嘛，啊第四爻咧，哎，伊真正积善而固执，哦，所以咧非常的好。到第四爻时阵好敦，就讲哎，人讲天时紧急啊，较紧咧，赶紧来施好，用那那啦做啥做咩切的对啦，哦啊，所以人家叫啥好敦也。所以君子哎，孔子较难讲。君子上等咯，小人下等啊！一个君子啦，伊追求的是啥？经常一战老的啥心性的功夫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啥上等为天堂呀，下等为地狱呀，无同款的所在一只啦吼。孔子伫《易经》甲人讲：行而上者为之道呀，行而下者为之器呀。所以咱今仔日是要为啥？行行上之道，还是要行行下之器？吼、哦，天堂地狱两条路，为哪任君来选择呢？啊，看咱要安怎选择，要安怎行，迄拢袂免讲一个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，会当咱鼓励，咱来赶紧追求行上之道，它是最后的哈，最后终止，吼、哦，这是非常重要一面。所以，师尊老大人嘛开始讲，人生是一场戏啦，你是演戏员咯。哎，唔茫因为这张戏是假的，啊，就轻在那那随意啊，轻在演演的啊，哦，所以人呢会认为你是啥，唔知影来负责，所以你爱演到那就是真的，但唔茫因为演戏演到那就真的，搁好这个家己演的戏呢，啊那来欺骗你啊，真正呢，人生如戏啊，戏如人生啦、啊，啊，咱真拢是只演这张戏呢。什么戏？白羊之戏啊！哦，啊，所以在咱演的当中，咱嘛知讲到尾嘛是一条空啊！哦，因为咱只是替白羊啊啦，未来的世界大同当中在铺路呢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只在演这条戏当中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荣华富贵名利啥啊，名利啊，情爱当中，这拢是一种的啥假象。吼、哦，啊，不过呢，咱一定来到这个舞台啊，咱嘛是爱将咱家己人各人的角色演落好，吼、哦，啊，演落好当中，伊搁来惊讲，演了小逼真去啊，哦，啊，煞啦，煞无法度真真正正啊啦，放下下啦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圣人伊咧做事，伊咧讲道理，道理啥，足简单，啊，咱人真正是安尼咧，人讲演戏上入戏啦。像入戏当中，真无法度自拔呢。我讲一个小插曲，咱就知。咱较早吼，伫个十八当前啊，咱学校有一团小天使吼。哦，因为吼足济人啊，啊到尾就讲哦，咱来演戏好唔好？我讲好哦。我写剧本的，你敢知？哦，迄阵也袂啊，啊写剧本啊，写到变变叫。哦，啊，迄块戏叫做啥？三三坡李波景，吼、哦，啊，就阿四啊，讲咱人安怎来啊，吼、哦，啊是安怎来到这个当土，啊，老母呢，将咱的仙女仙人拢收回去啊，啊，就演戏剧就对啊。
哦，哎，做者小天使要十几个啊，啊，拢年纪拢差无偌济呢，迄秘书上天安排好个了，对个，秘书条件叫阮演出去伊了，对个。啊，拄啊派迄十几位啊吼，啊，拢拄啊，哎，白大，啊，十几个啊，拢困倒，拢无查甫个，哎，啊，结果吼，吼，大家就开始看个啊，开始排演呢。啊，真正咧演的时阵吼，啊那，哎，无法自拔呢，真正是安尼呢。演到到底吼，看到老母从咱的先生退回去，哦，大家都嚎到吼，嚎到已经是要煞，讲好啊，蛮好啊，就讲好，我嘛蛮那，啊，都冻袂调，都搁伫咧嚎出来安尼啦。吼，哦，啊，所以你遐看，咱人那就是演出戏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师尊老大人啊讲，哎，这样呐，咱啊演哦真，啊演了是真的当中，唔嘛搁哦，这种是骗戏啦，吼，哦。所以你遐看，师尊老大人哦，拢就是安尼，伊讲的在你心里拢中用之道。哎，袂使嘛无认真，啊嘛袂使无演，啊嘛袂使上过头，啊嘛袂使啥无觉醒吼。伊讲咱人生足短，珍惜每一分钟、每一秒钟的心念，保持这一点的生命灵光，无情的啥岁月，无心的光阴，即无法诶，搁会当挽回。所以世界上的形形色色，会当留人诶吗？吼，哦，啊，所以其实。伊就教咱个功夫啊，即个功夫啊，讲教咱保持一念啊，一秒钟个心念，哎，迄个要修持三宝生活啦。一秒钟延续到啥？哎，一分钟，一分钟延续到啥？一天，一天延续到啥？到我做一个月一冬，时时伫六时钟拢会当回讲阮食啊。我来讲，咱个肺号就非常非常个啥深奥啊。即就是啥灵光个啥修持法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在人讲爱看破，哎，形形色色一切，唔茫搁底下流浪不休啊啦，哦，所以今后呢，以后天来讲，先经离合动，公有平，哎，会当安平乐道。所以第四爻啊，会当讲好，就是啥，以好顿，吼，哦，虽然呢一切拢歹，虽然少人得中，唔过安那，伊啥安平乐道啦，所以呢，伊顾着好。九五爻叫做家遁真吉也，像我家遁真吉以静止也，所以什么家遁就是咱啊占秘啦，哎，心悦啦，哦，以静止呢就讲九五爻以静六二爻，助其归也，叫啥离其志反求诸类也，哦，所以就是讲第五爻参第二爻啥相应，第五爻安那。做才华，佮做能力，佮有智慧，啊，佮有机会，佮做君王吼，所以你看，是毋是非常的美满？而且呢，佮参第二爻佮相应，大家讲第二爻佮会来做伊就对啦，吼，啊，所以伊的啥，伊正直啊，就讲伊的志向是正确的，毋是歪斜的啦，吼，你若讲你的志向放伫啥？哦，我即世人吼，安那要好爱跋筊，要赢偌济筊，我惨的，迄个志向就毋对去啦。吼，哦，啊是讲要贪人啊、笑人、害人啊，迄个志向都唔对去啊。吼，哦，安尼咧，迄个无合，所以今仔是啥？伊志向是正确的吼，哦。九五爻咧，用久用位啊，得其中正之位。所以咧，天山遁伫得正之冲也，反济污劣，小人应运啊，应命咧，率正之志啊，不恶于言，得正之吉。遁之家也，所以明天道往福之基也，所以办人事行政之道有地遁之财，无偷偷遁之力，家美六二之心乐啊，哦，固守忠诚之德，二中合最无形也，哈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哎，伊的意思也就啥，就是讲家遁代表就讲伊咧学咧第二爻啦，第五爻君啦，第二爻神嘛。哦，啊，所以，哎，包括讲，伊今仔无要偷桃，伊今仔嘛无啥，无要天山遁遁走，伊要来啥地遁之啥之机，所以呢，第二爻做伊啊，所以伊学了啥第二爻，啊，伊有法度安尼唔惊死，哎，即讲劲锤呢，哎，要来啥完全做一个负责的啥的君王啊，所以呢，众人嘛对伊的称赞，所以叫做家遁，吼，哦，无简单啦，啊，吼。所以九五呢，反求诸己，不可得遁也。吼，哦，所以呢，伊自我要求较低。吼，哦，因为呢，伊想讲，我搁得遁的当中，这个国家就无国王啊，个军粮无守啊，世界大乱了。那就当时的孔明的季节，
叫做直啊直啊恭敬垂竖礼何必呀？吼、哦，就是讲从咱的责任的真正用生命来啥，从咱责任做何开道起，安尼嘞，才会当达到最后的成就吼、哦。所以才有一首诗，较难讲，讲青山连道不轻移呀，老骥修尽方为骥呀。秘密经营虽是好，不如精进应时机呀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太难讲安尼，讲青啊青山连道不轻移哦。哎，那就讲较早修树啊，青山古洞美伫遐咧修。哎，你搞啥？哎，有一届啦吼，哎，一个啥佛陀的十大弟子阿难尊者，阿难尊者其实伊境界足高个呢。吼、哦，我迄个是讲吼，我一节当中也要擦拭，我伫遐坐禅拢袂清，伊就要去啥？去深山啊，找一个古洞，还是找一个较安静的所在，要去遐啥打坐练诶练经啦。啊，要去遐练道就对啊。啊，结果伫遐坐，啊，七坐八坐哦，拄啊一个啥技师我来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咧技师我来的当中讲，哎呦，阿难，啊，你来直接咧坐啊。哦，为魔机机事的对啦，为魔给技术啦。啊，为魔给技术咧，伊其实伊境界吼，差佛陀差不多，只是伊要出家，佛陀有出家，伊是在家的技术的对啦。啊，看到阿难尊者坐伫遐的时阵哦，阿难讲，啊，因为吼，迄脑气有够差的啦。哦，我世界有够乱的就对啦，我想要较清净的，所以我来找一个啥，青山古洞来好啊修持一下啊。吼、哦，为魔机事的讲哈。你的心境安尼尔尔尔，哎，迄脑气你都静袂落来，安尼代表你的程度无够，哦，所以真正的程度就是啥，脑气都收，迄个是真正的啥程度呢？哦，啊，你搁要找一个静，较来静，迄不是真正的静啊，哦，那想讲，哎，一个瀑布吼，冲到变变叫，哎，一阵时我搁伫遐喊呀喊呀喊呀，顶面停一只鸟啊，迄只鸟搁有法度伫遐定会着，搁会用困下去，迄真正程度足有诶呢，吼、哦，毋是讲规个静，迄叫程度飞啊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真正啥青山连道不轻移啦吼，迄无啥物功夫啦，老骥修尽方为骥啦，伫即个花花世界当中，爱好奇功同于尘，毋过会记哩一句话足重要，哎。唔忙啥，唔忙去用牵引去啦，唔忙去用迷惑去啦，吼、哦，所以爱在尘不染尘哦。在这个尘中，咱袂去用感染着，叫在尘不染尘，吼、哦。爱秘密的经营，吼、哦，啊啥，安尼上介好。所以秘密经营虽是好啊，不如精进应时机啊，吼、哦。所以有阵时讲，啊，我家己顾家己就好啊。伊讲安尼的当中哦，一点啊好尔，爱学地方熬，搁啊倒出来，哎，精进应时机啊。因为这是光辉云盛，天时足紧急，吼、哦，三者普渡应时应运拄啊到遮，啊，咱唔知变吧，咱也知影，赶紧精进应这个时机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无你啊看，人讲圣人呢，啊呐，见机而作，凡夫呢，失机而悔，啊，是毋是拍算？哦，啊，所以呢，第五爻就是做人讲安尼，咱来啥，从责任当下看。所以讲，动静皆结，都会讲我上界赞啊，也就是安尼啦。所以伊有地遁之才，无道遁之力，因为伊啥心兼天命啊，所以伊爱来啥担这个天命吼、哦。上九爻咧叫做背遁，无不利啊。像我背遁无不利，无所疑啊。啥物叫背遁？哎，火过去掺火嘛吼，伊嘛掺火的音同款的，同意思啦。所以就大家讲的心空退盘的意思同款，伊讲无所疑呀，无所啥疑虑呀，无疑有心呀，无忧无事呀，吼、哦，所以叫做无所疑呀，就是讲，哎、欸，一定啥无忧虑啊啦，无怀疑啊啦，心放下啊啦。所以呢，到了第六爻有哪作战的，第五爻甲第六爻拢作战的，吼、哦，是安怎讲的？你啊看上九爻处理是上界外挂。无言无咎三，超然绝智、哦、所以心无挂的，忧患不能虑呀、啊，哦，精调不能及呀，心恐退返，上九爻言来去自如咯，生智自得咯，逍遥自在，超然不归之境界，是以背遁无不离呀、啊。所以第啊上九爻写太好，人讲天山遁啊，
哦，伊讲啥？去天山顿哦，安那伊就走走地咧，就滴个啦。哎，叫做圣旨先机理啥理法。哦，圣旨看到这尔咧，赶紧。那时候咱单人人同款，今仔日求道，明仔载请靠素食，安尼叫做背顿。因为迄根基大利啊，知影讲好天是根基啊，求了道尔咧，无讲啥物道理，也无听啥物道理，打听了三宝安尼尔咧，伊就知影啥。哎，无赶紧收袂使，所以当下呢，分解开，酒解开，哦，真正，哎，迄叫做啥？回顿啦，啊，回顿个啦。终生教书爱找着一熬，一熬呀，所以呢，叫做啥？第六熬，哦，所以咱自生到死，一定爱啥？到尾一定爱一熬啊，找好着。是安那讲？一熬代表着心无挂碍，无挂碍过，无恐怖烦恼，颠倒妄想。所以哎，等达到这句话，你啊看，到尾啊报话以后，哎，真正身软如棉啊，规身躯软格格呢，哎，啊，咱若讲修到够乖，我来讲，无法度身软如棉呐，哎，这是做现实的一件代志哦，哦，啊，变啊练到无乖，普通时啊就无乖啊，你自然报话以后就足好走的，普通时啊就放下下，迄个时阵你自然就放下下，吼，啊，这就是啥，修到骨头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孔子来讲，七心中心所有理不由己啊。达到啥第六奥这个境界，就是孔子讲的安尼啊，随心所欲啦。哎，无啥物啦，哎，无啥物，哎，无法度的啊。啊，不过呐，伊尾啊加一句话，讲不啊不欲啊啊啊，理不如己啊，就是讲无离开这个法界。哎，莫讲我欢喜就好啊，袂使安尼啊。咱来去危害着人的自由，危害着人的生命，危害着人的财产，哎、欸，都无下。唔是讲我欢喜就好，唔是安尼咧。意思就是咱讲，哎、欸，咱真正当从心随意啊。哎、欸，有当时啊，想要啥，想要功课就功课，想要度人就度人，想要干净就干净，想要施法就施法，想要啥开放就开放。哎、欸，而且拢无违背着咱的啥良知良明，安尼就是大成功者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无简单啦，吼、哦。后来到尾啊，咱来讲一个啥故事？这个故事咧，当时就是禅师叫金碧峰，哦，这个、金碧峰的境界足高的啦。哎呦，较早无大道无破传啊，所以拢自修自练自悟啊，拢就是安尼。所以较早修持法就是咧坐伫啊打禅坐灯，哎，啊伫啊修修修到啥？修到灵魂的出窍，啊灵魂一道出窍，伊嘛唔知。所以，较早咧练拢伫离愿境出窍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离愿境出窍迄个境界足悬的啊，啊，毋是较早有进过足济，吼、哦，像真正后摆有咱讲过，去到荷兰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就是真正有迄个气功大师啊，真正是安尼咧，五十几天毋免食饭无要紧，闭关诶、欸、几个月无要紧，伊就用啥，伫遐坐咧，啊，即卖吼，伊连讲伊灵魂咧伫离愿境出去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好啊嘞！就是等伊求道了，都啊讲三宝心法。伊讲我本来就想安尼咧修啊，嘿，讲啥伊拢知影咧，够恐怖咧。行天观一道有偌大显外显，伊就知呢。哎，好啊，甲讲吼，伫弥陀经处叫做地仙呐，境界也无都达到超生了事。啊，你今仔日受明说一记了，会记哩？哎，灵性爱伫啥显观出去，迄叫做正门。泥丸宫不是正门，唔要去练唔对去。哦，所以哦，伊听甲足欢喜就对啦。迄那是内行的哦，去得了宝，那是捡到了，去啊指引一条路，然后够欢喜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啊这金碧宫嘛是同款，家己伫遐修伫遐练啊，练到迄泥丸宫吼，灵魂拢伫泥丸宫出去啊。吼、哦，啊所以有一届当中哦，哎，伊伫个坐禅，搁一定啊。啊伊吼、哦、在世无啥物啥。无啥物好奇的啊，也无啥物贪爱啊，都爱一个啥钵，叶啊钵。较早修行时啊，无拢摕一个钵互咧人啥化缘，啊，迄是叶啊做的，足水的人送伊啊。哦，哎，足着着这个啥叶啊钵啦。啊，愈啊，逐工都无代志，就咧愈啊金闪闪啊。哦，啊，伊也欲入定的时阵哦，就安尼包甲做好势，啊，藏一个所在，藏甲做好势啊。哦，啊，结果咧，我坐落，哎，入闪，哎，灵魂出窍。肉体坐伫遐，袂顶袂当，唔免食饭，三暝三日唔免困，拢无要紧咯。哦，伊较早真正功夫都无简单嘞呢。哦，啊，即卖咧，哎，阎罗天主派着乌白无常，要来掠这个金碧峰，哎，要掠伊呢，
哦，我金碧峰就是讲，哦，我练到这个境界，佫有囡仔乌白无常，要来你啊话，哦，所以拢唔敢出定啦，拢拢入定，拢唔敢出定就对啦。所以乌白无常哦，啊，受了业报天主的命，因为呢，业劳主爹三家死，绝不留人过五天哦，吼，迄真正定了就是安尼呢。所以乌白无常要来金碧峰，底下也无人，因为那一个肉体尔了，因为乌白无常是要掠肉体啦，掠肉体要创啥？掠伊灵性转去啊，吼！啊，即摆吼，伫遐无法度掠伊灵性啊，啊要安怎？哎，找无人啊，就去拜托迄个土地公啊。迄土地公啊，土地精神出来啊，就讲安尼哦，恁掠无人，啊要安怎？会讲啊，安尼我知，伊进入定啦，所以恁无法度掠伊啊。伊个啥？伊灵性哦，卖走去33层顶去佚佗啊啦。哦，啊讲变哪有出定？土地公讲啊，安尼有办法。伊一个月啊半吼，足矮个啦。一生当中就集中迄个球仔半尔尔啦，我倒水看卖，看藏伫倒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球仔半撒出来吼，啊呐，伊吼看到你个头顶啥，摕这个球仔半吼，一定会出定的。然后呐，伊捡这个物件夹掉就对啦。哦，真正乌白无常，参土地公就开始嚟吹，哦，去乌着啊。哦，包甲偌好势呢？什么乌着了吼？吼、哦，这乌白无常着啊呐，底下底下路啊，底乌白呛，乌白呛啊，呛啊都大声。金碧峰哦，好，伫个三界外当中有听到啊，有人提伊个啥玉钵，哎呦，迄我个物件呢，他会使等一下吼，啊，就捧一下切开啊，入定啊啦，哎，所以咧就出定啊，出定了就切开啊，迄我个物件呢，你哪会当好摕啊？啊，恁两个是啥啊？吼，迄乌白无常就啥表啊，讲出伊个来历就对啊，我就是乌常啊，乌白无常，就是要掠你金碧峰当个教子个。金碧讲哈，我已经练到大罗金仙啊咧，练到下灵魂的出窍到33层天啊，我阁会堕轮回哦。伊讲当然，因为你无去得到先天大道，无法度达到超生了智之道啊。伊讲哈，安尼哦，啊要安怎？哦，啊所以呢，迄、那个金碧讲吼，得抢啊，抢个金，迄个金半嘛吼，都收起着吼。啊好啊，拢这个金半吼，害我都发冻啊啦，冻个破就对啦。啊，迄个我是邓化无唔对哦，不过呢，邓化了啥金碧峰的集中点执着啦，所以只要咱人啊，我都修甲完全无执着的时阵哦，当下呢，真正呢，超气入耳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即卖吼，迄个我讲破了，飘一下，佮入冰啊，迄灵魂佮走出去就对啦，啊，走出了吼，伊就是空中，因为迄个乌白无常掠袂掉啊，老讲即句话，欲人欲掠金碧峰。地飞脱啊，地连射虚空，虚空六边射得住啊，再来两我金碧峰哦，你啊看迄口气偌大了啦，真正咧。所以你讲，过来你啊去掠看卖个，你啊去掠看会掉。我脚底啊是肌肉集中伫迄个半年咧，无我就袂走出来咧。哦，爱讲你啊要掠偌简单，用地连啊射虚空，虚空才会射会掉，无可能的代志嘛吼。伊讲虚空六边射得住，再来两我金碧峰。所以就无法度啥掠伊啊，就对，因为伊达到啥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吼。所以这嘛是修辞来讲，家有啥家家有失腾啊腾高进呐，吼啊，所以野鹤无鸟任高飞啊，玉香枕头咧求威力啊，初心炎凉得逍遥啊。意思讲，咱厝饲的鸡啊，啊那食，逐工食好。麦都养人来饲便便啊，唔管啊，随时随地人晒就变来睇啊啦。吼、哦，啊野好无鸟咧，外口的啥会好啦吼，野好啊。虽然有一顿无一顿的，唔管啊，逍遥自在啊，快乐无比啊。啊，咱啊人生哦，咱人咧也想啥，想迄啥苍蝇啊，迄苍蝇一点点啊尔。啊，贪着一点仔点仔的威力尔，就伫遐乌叫，舞一世人舞袂了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你看，初心炎凉得逍遥啊！安尼呢，为着一寡一点点名啦、利啦、情啦、爱啦，伫遐呐，伫遐去哦，这啊困境人碰掉的，所以流浪生死啊！安尼要怎会当达到逍遥自在呢？吼、哦！所以叫咱一定要呐，学得人熬，背顿，上界善吼！好、哦、来。到尾啊呢，正好易学天来讲，先经历何当，来其自如啊啦吼。所以到尾啊，做一个结论，你看第一熬，伊叫做啥？
炖味里啊，走袂上尾啊命，吼、哦，所以冻了了咧，叫做啥？天火冻人呐、啊，所以叫冻人无门呀。意思咧，就是来讲，你是走第尾啊命，哎，按讲呐，你需要有一个人来提携，有一个人来啥斗三工，所以这个人就是第二爻，吼、哦，所以求第二爻来帮助你呀、啊。啊，第二爻咧，伊就像一只黄牛，白条条，折扇固执啊，当了你也必须过卦。所以呢，折扇固执，非常的好。所以咱爱安那过卦来讲，好以时时命咧，各树风呀。安尼的时当中，你才有法度担任非常非常重大责任嘛。啊，无法度呢，安尼才会当相互贵人呐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三爻你来看，去互穿爱白条嘞，下顿当中困先生白甲死死死，当着比天地比，屁股叫做包烧。伊讲这种人哦，上袂见笑叫做包烧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呢上解歹。第四爻呢叫做后顿，后顿当着了比上挂，上挂慢慢心，慢慢心，慢慢心，学着机觉，也着讲慢慢心的当中，你会去找到你的故家乡，伊会找到你的那自幸福，吼、哦。第五爻咧叫家遁，家遁当然叫做女卦，女卦当中咧，但那就讲，你是一个家遁之人咯、哦，所以你咧就爱啥，百花百种，因为咧涉及一失望啊，将意古明呀，所以那就讲，咱今仔要这一遁功夫，你就爱啥，百花百种啊，袂使叫含糊就对啦。到第六爻背遁当中，拢变含卦。你已经逍遥自在啊，不过爱安那会记你一句话叫做以喜修人呐、啊，就是讲虽然你有到迄个境界，虽然你的慧好真好，不过咱爱搁谦虚，吼、哦，这是上较重要，安尼才会当参诸佛菩萨来做契合，吼、哦。啊，尾啊呢，咱有来唱一首歌吼，这首歌我来我来代记的吼，很有意思吼。所以呢，伊来讲花头是花，所以天山遁就是顾名思义，叫咱爱回头，因为呢，真正这种叫做世界无回头，我都达到究竟吼。Oh.
喜欢啊，非常啊好听的一首歌哈、啊，所以这拢足古老的歌。啊，说出脑袋音呢，也照着这曲，吼、哦，个啊跟啊解词啊，啊，这词解的拢非常的有意义。所以，我嘛一个建议，咱要平平要唱歌，尽量唱新歌啦，吼、哦，莫咧唱迄歌吼足伤心的啦，都足悲哀啦。啊情啦，哎呀，迄嘛足奇怪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这新歌呢，拢足大个含义哦。咱遐一个吼，哎，阮太太伫遐弹琴，爱着我来，啊，拄好一首歌，哎，啊，你毋是着心哦，桌上白碗过就对啦。啊，俩笑笑，哦，哪笑目屎哪流，目笑哪笑目屎哪流啦。因为吼，伊笑了到底吼，去大家心肝骨啦。伊讲人生是苦海啦，苦未煞就对啦。好，我爱听。笑到到这尔吼，我心都伫生开啦吼，所以这生活非常的好。所以讲老师到尾来做一个结论，讲啥？输得一分，满先啊，冤客啊，冤用得体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会记得啊，要安那天山蹲，就是叫咱输得一分啊，哎，得回公翻脚的意思就对啊。赢得一分呢，不转为己啊，言自珍惜呀。所以赢他一分，哎，这不是为了家己呢？为着全局，这都重要吼。退多一分呢，一步呢，坚守纪律，得有处置啊，吼啊，所以任他、让他、退他，坚守咱的纪律，安尼呢，这种的德行，就是慢慢慢慢啊，在安尼不离背开的啦。所以这修道人，唔茫参人啥，哎，争强，哎，争敖，争出头，这拢唔是啦。咱真正一个修道人，就是啥，以退为进。哎，一切拢让人安尼咧，上解圆满啦吼。啊，因为咱今仔日咧啊，天山尊的歌，甲参咱大家分享到遮，所以不足的咧，无请咱做水也下水龙观，嘛请咱各位前来咧，哎，多多包容。毕竟我在学生当中啦吼，所以恭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德福丰登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